各位长官，好，节省时间，各位老师担任，因为我们是虽然是直立团，可是我们是表演团体，我们都希望与观众同乐。对对对，大家都知道，最经典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啊对对，看热闹一点好不好？好像大家都很严肃，啊对对，那个我五六七八就下去好不好？好，应该都要起来哈，好 OK 了。
谢三叔。